会日本耶。来了，今天来，西河，西河的地方，期待。然后呢，我想分享一下这个衣服 ，love it， 这个 love it， 这里也有一样的 love， 喜欢，呼呼。这里是西湖，我来了西湖。哎，天气很好哎，杭州的，没那么冷，很舒服。我很喜欢中国的这样的，很有意思。这个，你们干什么呢？看书学习吗？现在？哦，他是老师。哦，这个。中文考试 HSK 的四级这样子的一个特别，然后呢需要说两分钟的。哇哦 ，Oh my god， 很漂亮哎！下次来的时候是中午吧，但这次是差不多六点七点左右，所以呢有一点不一样的风格。哦，哇。Oh my god， 特别喜欢，哇哇，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晚上，夜晚特别好看，而且很放松。哇，这个床，哇，来了。哇，太漂亮！这个穿的，一个一个世界，很漂亮。这样的时候用 night mode， 哦，看，这样，呜、哦。到了，他们现在吃饭，拜拜。好，今天是休息的一天，所以呢，我体验杭州的生活。听说有好吃的东西，对，我在杭州录节目吧，然后吃的东西很好吃的。天气也很好，西湖的风景也特别好。那今天好吃的店，我吃好吃的店吧。这个 DVC 我去杭州的店买的，这个店是衣服的店吧，本来，但是有这样的以前的进走的东西，所以呢我买了。哎呀，特别好哎。普通的这样也好、啊、特别好看，这个有电影的那种感觉吧。那我吃什么呢？我经常这样的，我的是力，哎，怎么说？说是的力量太强了。太好吃，糖好香，这个酱。麺麻呀，
烫伤。我特别喜欢这个辣椒，很香，不是那么辣，有一点点，很香。这个怎么吃？就是蘸这个粉。哦，粉。甜的啊，哇，好吃！这个我应该最喜欢吧，因为我喜欢牡蛎，还有鸡蛋，鸡蛋和牡蛎一起搅，一起搅的吧。哇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辣椒，一起，接受接受。我要拿书包，可以进去，可以玩了。很多人在那。